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这张十法界的图，是吧？这个十法界的图啊，表示了我们人在这儿，我们头上三尺就是神灵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光有世间法的约束，我们还有出世间法的约束，有天官有阴官啊，他们在掌管了我们的每一善一恶，记录在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福报、我们的灾难，都是因为我做了以后送来的，是这么有的。但是人们没入佛法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这个道理。说这个就是佛法，这个是佛讲的十个法界啊。我们的人在这儿站，当我们造善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走到天道了。那在没有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到上边去了。当我们造恶的时候，我们堕入三恶道了，就下地狱捉恶鬼做畜生了。但是有了佛法的时候，佛说了，六道不能出轮回，我们一会儿做人，我们一会儿做鬼，一会儿做天人啊，最后我们还在这里转。就是因为我们无始劫的轮回，不懂得因果，所以我们造善造恶在这里转起没完。当佛示现了以后，他获得真理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天道并不圆满，还有佛国呢，这是一个清净的佛土啊。到这里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而居住的地方，没有色身，没有女身，只有男身啊。想一一来，想时时至，看这多好，你是谁不想来？哎，也不花钱了，啥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一个无比清净的西方净土，这个就是佛讲的啊，让我们往这里修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站在这儿，你说我们的一善一恶是不是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呢？我们认识了这个十法界，我们才能知道我在哪里，佛是干啥的。所以说一切法都在佛法之内，包罗万象的佛法。佛在十法界上讲法，也就是说九法界的众生包括菩萨，通通都要受佛的法化。化什么呀？化我们无始劫的贪婪本性啊，我们才如理如法，一切不贪婪，我们才不导致轮回。所以佛在讲法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你不恨不够啊，你还得不爱呀、啊、因为有爱你要得爱的因，得善的果，因为有恨的时候你要有恨的因，你就要得恨的果。说正爱不生的时候，人们才导出轮回呀、啊、才能升到西方净土。我们有多少人懂得这个道理？可能有的老兄弟还没认识十法界呢。哎，我们今天来一些个年轻人哦，你们认识吧，你们修起来要比年长得快，你们有文化，这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告诉大家，我们不可迷茫，一切都是我做，我们懂了这个道理。我们不可以求仙儿啊，啊求道啊，占卜吉凶啊，啊算卦。最大的仙儿是上天来的仙儿，有没有告诉大家？有啊，啊最小的仙儿狐黄仙儿在这里头也有啊，但是他们都不能有佛的大法啊给我们，都不能让我们觉悟，都不能让我们往生净土。他们光会看呢，他解决不了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告诉大家，不能占卜凶吉了，不要再问这些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在佛法没流入中国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信道的，道教就是现在的老道，他说人的命天注定，不能改。但是佛来了以后告诉说能改呀，啊，一切都因后天的我做可以去改变的，啊，所以说佛法高于六道的法，称它为世出世间的大法，啊，这就是佛法。不能讲了这么多的法，今天我讲的只是一点点，啊，一点点。那么六道里的占卜凶吉，我们一个都不要做，啊，现在可能有些孩子们难免你们会误入歧途啊，说真的。因为当你求什么都不得的时候，谁算一算呢？找谁看一看呢？我怎么能得呢？说不准，你就进到这里头来了，啊，进到这里来，进到这里来以后呢，你还越整越乱，越来越迷茫，整个就烂到这块了。所以我们告诉大家，不可入邪之邪见，这是年轻人最应该注意的方法。
啊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尤其是我们现在盲修的修行班，给孩子们到寺庙去挂吉祥树，回家还跟孩子说，哎呀，奶奶今天给你挂吉祥树去了，你看你颠不颠倒，你还给他贯穿那贪婪的念呢、啊、那挂吉祥就吉祥了，那就不用修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佛说的，现在有多少颠倒的现象都不是佛说，但是寺庙在做，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对与错，人们说了寺庙说的让我做的，看看见他不愿意听呢，他认为寺庙就是对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长智慧呀，别说谁，我们拿智慧辩这个事儿对是不对呢？啊，不对我们就千万别做啊！有的时候找仙儿写个符戴脖子上干啥辟邪呀，都错了，一切都是清净的。佛讲身清净心清净，虚空法界也清净啊，不能入这里头啊。说真的，有太多的年轻人不懂得佛法，都去干啥算卦去了。有啊，这么年轻你就悟到这里头，一切都是努力拼搏奋斗而拥有的，那不是算卦算出来的。这个年轻人得注意啊啊！现在学校流行这种笔仙也很严重的啊，还有一个电脑算卦的，这个也挺慎的啊。电脑算卦，你说电脑能阻止你的心不造恶吗？你算什么呀啊，心不造恶才是真的，你就是怎么算能把心算的不造业，你就是英雄了。说真的，谁也不如你好了啊。如理如法修行啊，认识佛法，所以咱们这个入邪知邪见这一块咱们就多少讲一点点啊，因为哪个法都非常大，讲起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这一块不入就好。任何一个算卦的、占卜凶吉的，包括寺庙算卦的啊，一律邪法，佛法没有这个啊，就是修行，就是认识，就这么几点。在修行的时候就这么四个字儿，啥呀？觉悟智慧呀、啊、哎，你能把握好这四个字儿，就能不造恶，就能除轮回呀、啊、那觉悟当然不一样了，有大有小，那你跟佛是大觉大悟了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说我们不大觉，我们小觉悟也行啊，啊，总比不觉悟好啊，说真的。所以这个法呀、啊、需要弘扬，告诉大家，太需要弘扬了。世间的法再好也好不过佛法，因为这个法确实超越了人类。告诉大家为什么，佛的五戒十善的大法任何一个教派都比不起的。不用讲别的，咱就讲这沙字吧啊，沙到银黄酒，这个沙字，佛说一只蚂蚁和我们的生命都是相等的，不再杀了，没有人提倡这个啊，所有的教派没有不杀生的。告诉大家说我不见血，但是他也不是不吃肉的。当佛入大乘法的时候，讲到究竟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饮酒食肉非我弟子，你这法要拿上给众生吓着，那都不吃肉谁学这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是看你怎么修啊，由小乘入大乘啊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佛法。杀道淫王酒，这个道呢可能也属佛教讲的那么细腻，佛说了不与自取结为道，我们做没做到啊？话说回来，你就从单位拿一张纸都叫道啊，你拿没拿呀？哎，不行啊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一定要想好了，单位的东西一点我都别往回拿，连个螺丝钉都不是我的，那是单位的。哎，这就是修德了，你不具足一个德，在哪一块你都不会干得很好。因为啥呀？领导对你不放心呐、啊，给你点权利怕你造业呀、啊，谁敢用啊？是不是？你说一个佛子放了这块的钱，这块今天有二十人，我的钱往拿了，明天来看一分不太少，都知道不是我的，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？得做到。但是现在的人看不看呢？多严密呢，他都给你研究开了，是吧？哎，现在把这个众生逼的都开始防盗门了，那都不好使了。就像佛说，没有佛法，人们就是沉沦呐，没有时机可以出来啊。因为你光会忏会消，能不能知道不造呢？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。不是我们磕头拜佛造庙就能离苦就能成就的。哎，不造是真的。谁能让我们病苦呢？是因果。
啊，谁能让我们轮回呢？还是因果，所以不造十分的重要。众生迷惑颠倒，无始劫来啊，被这贪婪啊熏习的本性，刚强不化，难调难服。如果不接受佛陀的伟大教育，不受佛陀的法化，永远都不能觉悟，永远都难获解脱。也就是告诉大家，信佛吧，啊，到佛门中来。佛门中有众生寻求的真理，佛门之中有世间没有的良药啊，佛门里有众生苦苦寻求的答案，佛门中有佛的千般嘱托啊，也有佛的善言相劝。如果你不进到佛门之中，你永远都是迷惑的、颠倒的。佛门之中有佛的智慧啊，就像一盏光明的灯。佛门之中有能到彼岸的法船，所以每一个信佛的佛子都要认真学习佛法。现在有很多人不信佛，可惜了。有信佛的还是迷惑颠倒，也难获解脱。盲修、盲练、盲饮、盲度，导致了众生出迷、入迷、误人、误己这个现象，难以修持。因为不知道谁说的对，谁说的错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修行的人多，入法藏的人少啊。不入法藏，难得真智慧，不觉悟，所以你的发心都无比的颠倒啊！你的慈悲都是造业的，没有多少人能理解。有太多的人做的都是颠倒的啊！说呢，可能有些居士他觉得说的不对，但是也没办法，也得说，不说也不行。咱们还讲目前建塔造庙这两大现象，这两个话题呢，我们平时在其他的课程当中随便都带了一下，但是一直没有彻底的去讲，所以咱们今天要讲讲有关这个问题。从根本上讲，我们就要分析它了啊，就是说入佛法藏来分析每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看的都是表象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众生修的都是相，求的都是功德，有的都是那人天福报啊。可惜啊，多少人这么修行呢？啊，建塔造庙这个问题十分的严重。释迦牟尼佛49年的弘法，一座塔也没建，一座庙也没建呢，干啥呀？宝贵的人生呐，宝贵的佛法，赶紧弘法立身啊，没有时间做这个啊。第一是人力的浪费，第二是财力的浪费啊。现在我们修行的人没研究这些啊，包括寺庙里的也是一样，不要说不行啊，说张老师净讲寺庙不好，诽谤三宝，不对呀，颠倒啊啊。告诉大家，因为庙不能让人觉悟，因为庙不能让人成就，我们得知道是法让人觉悟，法让人成就。为什么佛49年苦口婆心的在讲法呢？目的就是让我们这颗心去觉悟，不再向上求。但是在末法的时候无比的颠倒，从内到外啊，颠倒的让人们都不理解了。有更多的人确实觉得这是个问题，但是呢，别说了，你这寺庙建的，就说寺庙这杆旗错的，人人都认为是对的。哎，他怎么不对，你也不认为他不对，他就是对的，错了。我们不能再向上看。你说建了这么多的塔和庙，说这么大的财力物力都贴在庙上了，
众生多贫苦啊，多少人都吃不上了，那老太太勒着裤腰带去建庙呢，干啥功德呀？一劲儿是在相上找功德说算，告诉你没了，没功德，这么修能有功德吗？遍地的塔和庙啊，多浪费呀！咱们现在有些居士哎，专做这项工作啊，到处传来人哪儿哪儿建庙了，认为有功德，实际上你颠倒了菩萨，你这么做没功德呀？为什么？我说有多少人学佛呢？都学佛啊，我们都学佛，学佛啥呀？学着没有？哎，学佛的正觉呀。你正觉没有？没觉悟。佛干啥呀？大慈大悲呀，他慈悲谁了？慈悲苦难众生了。我们学没学呀？哎，没学。我们慈悲师父，我们慈悲寺庙，我们都颠倒了。那师父还用你慈悲呀？他万缘放下了，他四大皆空了。寺庙还用你慈悲呀？他庙他不跑不颠儿。我们把钱都贴在庙里头，干啥呀？造业嘛。多少人这么修行的？有的受菩萨戒的菩萨啥也不干，专门做这项工作，自以为功德无量，实际上背因果呐。你越修小小越黢黑，修的你浑身都是病，什么意思啊？说真的，你要不信佛的人，你自身这个法你都没表好，人家怎么信呢？你们修佛的人都修成这样了，不吃饭了，啥也不干，把钱都造庙去了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不能啊，多颠倒的现象啊！这个问题咱为什么要讲？前几天有个居士打电话跟我说：“赵老师啊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”这什么事儿？也是曾经在我们道场听法的人。为什么要讲啊？我们就这么苦口婆心的呀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入正法，让你长正知正见，你都不长啊！你没听到我们讲的一线的迷惑，这个都可能，因为所有的法讲的都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我们讲活生生现世因果，在这听了很多法，回头还来找我干啥化缘呢？某某某某地方有个庙，已经封了三年了，现在起封要建，没有钱，能不能化缘？当时我说你不要介意，一分钱都不行，都是十方众生供养给十方众生的，不归个人所有，我没权支配。他说我上你们道场化点缘行吗？告诉你，不行，一分钱都不行。我们道场所来的居士都是行正法的，但是你要想求功德，你想着这下，哎，出了门着去，在这个道场不行，因为我不能领你们下地狱呀，我让你们修的都是出世间大法呀，超越了世间，我不能这么做呀。生烦恼，你别上道场来了。我说打个问心阿弥陀佛，一看我脸转一边，看没看见五戒的菩萨呀？啊，无比的颠倒，还嗔恨，还烦恼，啊，建塔造庙呢，颠不颠倒啊？我说为什么不能给你？为什么不让你画？我们是行政法的，我们道场的光碟，我们要出去转这法呀，让无数的众生去离苦受益呀，我们都做不过来呀，我们哪有时间拿钱去建庙啊？庙能让人觉悟吗？啊，不谈这问题，我就想建这庙，多颠倒啊！长智慧行不？咱商量商量，修智慧呀、啊！哎，觉悟智慧少不了这四个字，没有这四个字，你就是枉修你、啊，你磕多少头都是枉然呐、啊！你得那天人的福报，能不能知道啊？告诉大家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咱前几天又有个居士、啊，咱们道场的老菩萨，嗯，这个挺有智慧，问一下。说某某某某的庙师来了，要化缘。说这个庙啊，想要建，建班哪看见没建上，怎么整？啊，我就乐了。有意思想拿钱是吗？是，告诉你菩萨，你别拿了。啊，你有这个问一下。然后呢，带了一个居士，这个居士呢，身上带个仙儿，咱就不说带的什么仙儿了。这个仙儿说了：“哎呀，我知道这庙是正法。”这仙儿下来说话呀，师傅领着仙儿出来化缘，仙儿下来说话：“这庙正法的庙，你们上这来了，
你们得上这来讲法来见庙了，我有神通，我是某某某某仙家，那个我看见了这正法。结果这一股子凡夫毕竟迷惑呀，什么都信了。哎呀，这仙儿下来说话了，这好几十人就开始捐款了。说真的，咱这个菩萨还挺有智慧的，没捐但也觉得是个事儿啊。问了一下，咱拿这个问题分析，我说不对，咱这菩萨怎么了？咋不对呢？那人家那个仙儿走佛道不行啊，那人家行佛道了，人家见塔造面，人家不造业，那咋不对呢？告诉你不对啊，咱分析呢几个不对的地方，大家也长智慧。作为出家的师父，你已经是超越六道的众生了，佛子了，你已经做了佛的声闻弟子，你已经在六道之上了，仙儿还在六道里呢，知不知道？胡黄仙没出六道啊，你作为六道以外的佛子，领着六道以内的众生来化缘违法，告诉你，第一你就犯戒了啊。说正修的，说正法的道场，我问菩萨呀，他怎么个正法呀？说不准，说说看，咱正法就有个正法的说法，怎么个正法？师父讲法吗？师父不会讲法，为什么呀？师父文化不是很多，但是他修得好啊。怎么个好法呢？他不吱声，每天，就是户口也特别好，不吱声就是种地什么的。我说菩萨呀，你颠倒了。要是不会讲法，住寺庙干啥去了？寺庙是干啥的？十方的供养啊，你摇的是那佛菩萨的大旗呀，你救的是那苦难众生啊，知不知道？一粒粒米大如须弥山呐，上种地呀，回家种行吗？再上个山，不是开玩笑啊，寺庙啊，不得了啊。啊，咱是就是这么觉得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你不说服了他都不愿意呀、啊。哎，这个法的师傅咋不正法呢？那没讲法，怎么能体现是正法呢？那正法在哪儿体现出来的呢？是不是？咱得分析这个问题。咱别说谁对谁错，为什么咱们要学佛？学佛的思维佛法，增长智慧。启用我们的佛性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众生皆可成佛。为啥呢？我们不会启用这个佛性，我们就颠倒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庙还如法不如法了呢？哎，家不分析呀，你说的如法，咱一分析它就不如法了。所以说，这也是一个十分颠倒的现象。拜仙儿的人来住在寺庙里，坐在师父身边做护法，造业。告诉你，说真的，咱们看过不少这种现象。有神通的人利用他的神通行持邪法。至于建塔造庙这个问题呀，说真的，随缘自在。你要有钱建，你得自己去建去；没钱建的，你就不建。赶上你就建，赶不上你就不建。你别勒那裤腰带去建呐、啊。设身多重要啊！说真的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没超凡入圣啊，我们得吃饭呐、啊，我们得衣食住行啊，缺一不可呀。你欠着费，借着钱，勒着裤腰带，吃了钱这嘎的，然后你去造庙去了，造业呢，是不是？没功德，告诉你，一点功德没有。首先滋养我们的设身，保证我们设身在的前提。不奢侈，不浪费，剩下的钱我们随意的去做功德呀。话说回来，有比庙还苦的地方，你们看没看见呢？灾区的受灾的人们，哎，读不起书的孩子们，啊，还有吃不上的人们，他们比庙还着急呢。知不知道啥叫救急和救难呢？能不能知道？哎，不知道。所以说建庙这个问题啊，我希望我们修行的佛子，你拿智慧去辩解，做点真实利于苦难众生的事儿，这就学佛了。能不能知道啥叫学佛呀？多少人这么颠倒啊！这些菩萨天天在庙上好了，家都不要了，房都卖了，干啥呀？建庙啊！哎呀，
颠不颠倒？你说如果你有十几万块钱，你能让多少迷惑颠倒的人获得法呀？想没想这个？不会修了多颠倒啊，你说他不愿意呢，那你能说精妙？看看他，所以说求的都是功德，修的都像一片的颠倒，颠倒大了，这个现象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们不要做这份工作，真的。咱再讲仙儿，带仙儿的人坐在寺庙做护法，拼命敛财，建塔建庙，自以为功德，不对，颠倒。仙儿给人看，你家有什么什么事儿，对吗？那当然，仙儿有天眼呐，比我们凡夫强，他看出来了。你赶紧拿一万块钱上庙，你要不你就拿三千，最少得三千。你要不上庙，你家的事儿怎么怎么怎么地，拿了去了，回头出事儿了。能不能解释？我们跟众生不能交代呀，不能弘扬正法，导致多少人出迷入迷呀、啊？这种仙儿咱也见过不少，就是不觉悟啊，他不认为他错了，咋不错呢？咱们看苦难众生行不行啊？多少苦难众生不知道他的病怎么有的，不知道他的灾难怎么来的，不知道我为什么求啥啥不得呀？一切一切的都不知道，哪儿找去？佛法里找去？没有佛法揭开这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永远都迷惑颠倒啊！你的千生百死你都不会解脱了，哪有时间建庙啊？哪有钱去建庙啊？过去这个庙都是富翁长者有的是钱供给佛陀教化法界众生，这么建的庙，受戒的菩萨嘛，到处去化缘去。你颠倒了你，你别再做了。多少人这么整啊？你说吧，断多少人的慧命，自己都不知道呢，还以为修得好呢。别人要说他不服气呢，你白依，你不能说那玩意不对。年轻，你讲的不对，那咋的对？觉悟，所以说建庙这个现象。怎么说呢，别再升温了，咱们道场的因果紧跟佛法弘扬它。说真的，多少人受益啊，有太多的事儿都是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讲活生生的显示因果，拿血淋淋的事实教化迷惑颠倒的人，这么讲都难以挽救人心呢、啊、看一看都修相了，难以拯救他们。所以我们修行的佛子啊，得觉悟了，不再做这件事儿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到关键的时候我们还是颠倒，别听仙儿说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听佛说，哎，哪一件事咱们都看看佛是怎么说的。现在有些仙儿带着神通不行正法，邪知邪见啊，所以我们修行的佛子，你得高过仙儿的境界呀，干啥呀？修定修慧了，定慧不可少啊。这个定不光是禅定的，身口意的定能不能定住啊？哎，慧是啥呀？戒慧、闻慧、思慧、修慧呀。哎，听人讲法你得思维它啊，看佛经思维它，都长智慧。学这个不修智慧能出去吗？暂时的解脱是不对的，说真的。所以说我们道场要想暂时解脱，有太多的人在这离苦，但是咱为什么还要讲离苦就够了呗？不行啊，要你通过离苦认识佛法，修行自己除轮回呀，咱讲的是这种法。但是人们得认可呀，哎，别你这边听那边就忘了，完了风一吹你就晃了，是这样啊，啊，多少人都不理解这个问题，哎，谁一说点啥就摆摇摆起来，缺乏正觉，啊，所以说建塔造庙这一块，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，不要再做了。实际上呢，咱也想说一说出家的师傅啊，咱这里虽然是没有，但是还是劝大家啊，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出家的师傅，说我们。如理如法的供养三宝，啊，这个可以说你别攀这远，到师傅那块磕个头，给他兜里塞上一百二百的，
不少人也这么做呀，别做了，你背因果了。啊，如果是一个正修的师傅，你给他100万的都不往兜揣，为啥呀？这不是供养我自己的，他供养三宝的，我一个人不能代表三宝啊，给都不要啊，人修清净了，我们能不能不推他吗？我们自己修不行啊，想一想，我们哪一件事如理如法的做，既修自己也带别人，我们现在修行不这样，我怎么有功德我怎么做，啥也不管，闭着眼睛修啊，知不知道你造业了？你给他兜装上钱，你知道他干啥了吗？啊，咱们谁讲的，有个师傅临终的时候，哎，这口气就是不咽，干啥呀？手里头有5-6千块钱，是5-6、7千块钱，不说话，怎么问都不说话，就不咽这口气。后来说这个钱给谁都不行，后来说给他一个侄儿是给谁，这行，乐了，一言不死了，能往生吗？你们说说。十方供养的钱呐、啊，揣上你兜里了啊！你眼睛闭上不算，你不给十方供养，还给你自己家人，这是说亲戚给都不要啊？因果你能背起吗？十方供养啊，那叫一粒米你都背不起，你别说几千块钱了，压你多少世都不翻身呐、啊，堕地狱呀、啊，不得了的十方供养，能不能认识啊？不能认识。哎，我们见着这个师傅磕头往兜里塞钱呢，攀这个哪是真修啊？说真的，你就弄那功德箱如理如法供养吧，没说我让你供养，是不是？供养三宝是每一个佛子应该做的，咱得知道如法不如法呀。说你的行住坐卧都想如理如法四个字儿呢，把这四个字关脑袋里头，说真的都想啊。如果没有这四个字跟着你，没有不造业，凡夫众生除了造业没别的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恶，不行啊。所以我们都谁这么做了怎么办？消减这业障，回去忏悔，再也别这么做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边说完了，下次你又做了，修正法行正法不得了啊。攀缘这件事儿也是我们犯的错误啊，谁犯了谁差的，再也别犯。也就是说，正确运用这个佛法，严格修持自己，知道哪一件事该做，哪一件事不该做。但是如果你不借用佛智的时候，你当然不会变了，那随着大浪跑了，别人干啥你干啥，别人咋的你咋的，岂不是忙也忙不啊？这种现象非常之多。就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修行不能离苦颠倒，不知道对错，闭眼睛跟着跑。再说那魔摸起佛的大旗扛着你都跟着跑，那反正那旗写着佛，不得别管谁扛的，没有这现象现在啊、哦、不行。咱再讲塑佛的问题啊，颠倒干啥？塑佛有功德，咱们想帮勒紧裤腰带，几个人凑上钱，有自己塑一尊的，有大家收钱塑一尊佛往寺庙一放，哎呀没功德，告诉你，你不求功德吗？随缘做的，多少人的苦难你们都不看，贴一尊佛塑一尊佛，佛就欢喜了，可能吗？那佛都没有设身的，告诉你呀、啊，苦难的众生你们去救他们，佛都是行这个的。所以我们说没信佛的时候，在相上贪，贪色呀，色相上东西。等我们学了以佛以后干什么呢？不是断贪念，是转贪念。我们从一个有相的贪婪转到了一个无相的贪婪，还继续贪，看没呀？贪功德求福报，变相了，相上不求了，金钱我放下了，干啥又上功德那儿去了？就像佛说的，能不能不贪呢？哎，能不能不求呢？别样求，你看还没自在，因为你没放下，你怎么能自在呢？你心有挂碍呀、啊，你身当然就不自在了，怎么能修出去呢？看看现在有的庙啊，装潢的是富丽堂皇啊，这些钱不是人们自己愿意建的，多少人非法敛财贴上去的。知不知道啊？如果是个人愿意建的，这个行，
赶上了啊，就是说不用说我求功德去见，这个你就有功德。咱得告诉你怎么有功德，怎么没功德，辩证的佛法我们会用啊，啊，诸佛这个现象啊，别再做了。看他苦难众生吧，多苦难，多少人还迷惑颠倒啊！包括我们修行的佛子，不入法藏，不知道佛说了什么，佛讲了什么，不解如来真实意，你走的路都是错的，你告诉人的事儿都不对呀，然后你还告诉人啊，这个现象。然后咱们还讲超山，有的居士是年年超山，一年一次，两年一次，啊，作为一起研究点佛法，他不研究别的，某某某某山我去了，我见到见到什么，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感应，看看见还颠倒着呢。说你在外头迷，你进来还迷着呢。说真的，劳民劳财，一次的费用要几千块呀，这几千块钱能救多少的苦难，我们知不知道？就哪怕你做一次放生，你还救他生命啊。所以说咱得这么比了，所以说人力物力的浪费啊，讲感应。话说回来，你就坐家修心没有感应吗？有的是感应，你花钱出去好几千块钱买个感应回来很自豪，哎呀我怎么怎么地的。其实这就是说不能放下我们这一颗贪婪的心，不觉悟啊，这真是这样的。年年组织超山的人，年年去超山，你就歇一歇吧，多宝贵的时间，多难得的人生，多难闻的佛法呀，你作家悟得一句一句都比你超山有功德呀。谁能让我们成就啊？智慧呀，智者为圣，愚者为凡，没有智慧盲修啊，永远都出不去，你每行走一步都不会呀，咋不修智慧呢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都超生了。第一，第二，每一个修行的众生啊，你不知道出去碰到谁，踩死了蚂蚁虫了，你不是不为因果。为什么佛说少动多静呢？就是让告诉人们修行。为什么要你参禅呢？参禅的时候你不想不思不念，清净的一颗心呢，谁能让你成就清净呢？心清净佛土才清净，心都不清净，天天跑这些相上的东西，累是不累呢？爱人爱己呀，障碍别人障碍自己。说真的，现在这个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啊，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也不是很高，我们能维持生存已经都很不错了。说真的，你除去的几千块钱一次，家里头人可能四处都要紧一紧手吧，这几千块钱干别的形式不行。说真的，你捐到读不起书的孩子，你都功德无量，都比你出去造业好啊，都比你浪费时间有功德呀。知不知啥叫功德？教给你，哎，哪有功德？怎么做的？不是这么修的啊。所以超山的问题，哎，希望菩萨们珍惜这宝贵的时间，啊，珍惜你的每一分钱，花在苦难众生身上，这就叫修功累德呀。人们不理解，哎呀，供养什么？供养寺庙了，供养谁？供养谁都一样。告诉大家，哎，十方众生即是佛，供养众生就是供养佛，这么讲啊，众人理解。说我这个钱我就非得给庙上，我就有功德吧，啊，那人都要死了，你救一下没功德，就给庙才有功德，救急救难啊。告诉大家，哎，哪块着急，哪块有难处，我们伸出一只手援助他一下，这样修行吧。这是一个。咱还讲开光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啊！现在建庙的地方也多，到处开光，我们修行的佛子爬山涉水干啥？开光去了，有不少居士这样做的。话说回来，你得觉悟吧，开光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，有哪个庙正法，哪个庙不正法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现在有多少庙都是个人建的，我们觉没觉悟啊？没因果。说真的，那个香咱不用说，10块钱一根儿，是那就是你到里头买一支香，它稍微10块钱，除了成本以外的钱，假如说成本2块钱，还有8块钱，寺庙得了。这个寺庙如果是十方众生的寺庙，它得的如理如法；如果是个人的寺庙，它有背不尽的果报，你能不能知道啊？十方的供养不能赚到你个人手里啊！现在的众生无比的颠倒，为了钱出卖佛法，哎，自己建庙，想没想过呀？众生啊，你自己建那庙，那钱你能花吗？十方的供养你受不受得起呀？一分钱你都花不起呀？谁知道啊？人的脑海里一个字儿，钱。一个无比贪婪的金钱欲念导致了我们的轮回呀，不知道啊。现在多少自己建的庙啊，功德箱塑的佛，话说不来，里边一个佛菩萨也没有，告诉你那佛菩萨坐里面要众生求啥得啥，干啥帮他造业啊？可能吗？别造这业了。不少开光的人都是这样啊，然后自己家建庙开光，告诉大家你错了，你这个金钱念呢导致你在地狱里头，你没有出息。十方的供养你凭什么花呀？说真的，那是供养三宝的，没有人敢花。不懂因果的人不这么想啊，看钱，除了钱啥也看不见。这就是凡与圣的差别啊。佛菩萨看因果啊，哎，凡夫看钱呢、啊、也就是说佛菩萨为因呢、啊、凡夫为果啊。他给你果的时候你无比的畏惧，为啥不想因呢？咱们为什么要讲现世因果？告诉你别造，千万你别造啊。哎，赶着讲赶着造呢，捂都捂不住。哎呀，急呀、啊、说真的。所以说个人这个庙啊，谁建的？别造业吧，劝一句吧。说真的，你能不能听是你个人的问题。可能你的以前的买卖做的都很如法，就因为这座庙啊，导致你无时间的沉沦，划不来呀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金钱，何必呢？你说吧，眼睛一闭着才知道晚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是为什么不在我们有色身的时候闻得这个法呢？去领受这个法呢？减少灾难，别做了。所以说，不号召学生到处去拜佛去。告诉大家，你家里的就是佛，你修心你即是佛呀，可哪找佛？告诉你啊，哪儿找去？说你找几十年没找到佛，告诉你们，回家眼睛闭修心，你看你成不成佛？你光修相了，你啊到处找功德，啥都没有了，修得一塌糊涂了。说真的，多可惜呀、啊！这么多真修的佛子，最后都不能获得，颠倒了啊！这个个人家的庙，我们别参与了啊！我希望我们佛子，你都别可哪儿跑可哪儿颠，利用好你的分分秒秒，哎，了业不造，修自己度别人。就这么几个事儿，记没记住啊？了业不造，哎，修自己度别人啊，记住啊，记不住一会儿咱接着写着。真着急了，可不是咋的，不知道了，干啥都不知道了，咋回事都不知道了，这不行吗？你说，所以哎呀，前一天告诉了我们眷属来电话说他家那边开光了，告诉你个人的庙里边有个仙儿啊，有个大仙儿给人邪符打表，四处敛财建庙，现在建了一部分就开始开光，干啥呢？再拿钱再建呢、啊、看不看见迷惑的人呢都去参加再开光，到里边磕头拜佛捐款，总得有一批觉悟的。哎，你说佛门外的颠倒，是佛门内的也颠倒，这佛是得落泪呀，佛得说我的儿女呀，谁不颠倒啊？他得这样事儿的啊，是不是道理啊？我们得知道啊，你看这开光多少人都去啊，老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没获得正法，不懂得这个理，所以他去了。
哎，我们西无型的佛子，我们获得了宝贝了，我们还去呢？那还有谁能出去呀？没有了。为什么说西无型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？微乎其微，颠倒了，不知道咋颠倒的，四处敛财呢。啊，有一天碰见一个出家的师傅，跟他谈建庙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是几岁就出家的吧？一个法师，啊，从小出家法师。他就说，他说现在建庙啊，聪明人你们别做这件事儿，包括敛财的人都有逼缝的。他说，看没看？我们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是法师告诉他，这不是我编出来的。老法师，因为我坐车的时候看见他，下去跟他聊，我看他说话挺懂法的，但是他招的是病装，啊，没招出家的装，我就下来跟他唠嗑，啊，一唠，他是出家的师傅，他说了，我现在在家修行，我在寺庙里修行，这因果我背不起，所以我出家的师傅在家修行，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去解去。从小出家的师傅都在家修行，80多岁了，但是智商都非常清楚，讲得特别在理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迷糊着呢，觉悟吧，快点觉悟吧，咱先觉悟一个是一个吧。有些像佛说了，浩瀚的苦海呀，捞着谁是谁吧，你得来呀，是不是？那佛得说了，我的儿女给我守啊，你谁给呀？你上啊你，你得出来算呀，是不是？大家得认可呀，不认识因果不行啊。说咋叫修行？不懂因果，你就是盲修。说真的，轮回不息的就是因果，业力才导致你的轮回。忍着啊，开光，讲这么多什么差别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庙是谁的啊，这个十方的供养，别往那造了。拜佛，拜佛这个问题呀，大家说拜佛错了吗？没错，但是啊，你别拜起没完没了啊！哪一个修行的人拜佛，那都有数啊。咱有的就是那磕头一天磕好几百，这个是在什么？虽然是好，但是天人的福报。你磕那么多头，你很辛苦，不算时间的浪费呀、啊。你做个诵一部经，祈请一下法界众生，祈请你冤亲债主，都比磕头有效用。干啥度别人呐、啊？啥都比修己有功德，能不能知道这个？哎，不知道。我们有的就是天天磕头，哎呀，我一天磕几百几百个头，你看查数啊，多辛苦啊！告诉大家，有比磕头还好的，见次修行必不可少。别原地踏步走啊！说你啥都讲，磕头也不对了。告诉你，没说不对呀。那有的居士说这件事他不愿意听，那磕头咋还不对了？就说佛法是辩证的，我们辩证的来运用这个佛法。哎，这个你就能理解了。我坐这干啥呀？劝善呀！告诉你啊，哪儿对哪儿错了，解悟佛法呢，帮大家啊、哦、理解。所以说磕头这件事儿，我们自己去斟酌去。说我就想磕，那咱也拦不住，是拽着坚决别磕，这也不行。自身去觉悟去，非常之重要。怎么说呢？你总在这幼儿班一年级，你不想上高中，也不想上大学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行啊。说释迦牟尼佛和阿难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啊，说阿难说，佛呀，你帮帮我们。我寻思我不用太修，你就能助我。佛告诉他，不能啊，如果我要能助你，我就能助天下的苍生啊。是这样的，活佛坐我们跟前，我们都得自己修，能不能知道啊？啊，别怕了，攀缘分别着相功高我慢，难以修行。所以磕头这一块劝化大家，啊，多想法界的苦难众生，少讲我们自己，啊，多诵一部经，啊，多做一分回向，怎么做？然后啊，咱们讲护庙的现象，哎，这个现象也是我们颠倒的。老修行嘛，排班的去护庙啊，最后护的浑身都是病，自己都不理解了。
谁说你忽略了佛的任何一部经典，没讲这个呀，告诉难得的人生，难闻的佛法，把握我们的分分秒秒。佛讲这个，这个庙里护的干啥呀？那往庙里坐看呢？这有时候我都说，这佛像还能飞了不成？啊，劳民怎么说的？浪费时间呢、啊？你还累够呛呢，一天到晚排号呢，排班护庙啊，颠倒啊！说真的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你悟得一句佛法，看一部佛经，你都受用无穷啊！就看庙没功德呀、啊，你还看呢？看庙干什么呀？能看出智慧不？能看离苦不？能看成就不？咱研究这个，研究佛法，解悟佛法，我们长智慧。现在就是修智慧的人少啊，就是学习佛法和解悟佛法的人太少了，自身不能受用，也就是说不能自度，也难度他人。你解悟不到这个法，你不能受用。哎，你讲这个话我就偏了，那人旁边的道都不对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佛说了什么，佛讲了什么你都不知道，盲修啊，盲练啊。哎，希望护庙的居士回来吧，啊，求求你们别浪费这时间了，修起多重要啊，别看了哦，这个庙不用你看。再说了，那么多出家师傅，那庙还用你看着他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护庙这颠倒现象啊，咱们讲供佛的人，现在信佛的人也非常多，供佛的人也多，但是他们干啥呀？求佛、拜佛、烧香、求佛，还有这么一大批的人，哎呀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干啥呀？你光种那菩提怎么了？你也不浇水，你说它啥钱能长啊？说说我们修行的佛子帮一些这些人啊，天天上香求佛干啥呀？求健康，求金钱，求富贵，求聪明啊，这一批人十分的可惜，一大批呀、啊、包括我们认识的眷属很多这种人，我们慈悲慈悲他们，拜他们修行了，让他们闻法，你不入法藏光拜那求能解决问题吗？当有灾难的时候，人们不能理解，哎呀，你看我家供佛，我天天拜佛，我咋有病了呢？你看你没知道这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病了、啊、这个时候容易断的慧命啊，去吧，我家就有事儿，我不够了，我不信了，完了佛送出去了。所以说我们度化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上巧方便让他们信，让他们修啊。我们人人都有担子，我们自己修不行啊，看看现在多少颠倒的人啊，都怎么颠倒的，天天拜佛求佛，这一大片呢。所以说现在这种人，看看我们学佛的人这个群体啊，比较杂乱。信佛的有一批，我也不供，我也不拜，我心中有佛也行，一念的信即是菩提的种子也不错啊，这样一批。剩下就是拜佛供佛的，求天人福报的，还有一批。再好一点的干啥，我一句阿弥陀佛呀也行吧，啊也行吧。再有往好上一点干啥，知道诵经吧，哎这个就不错了。再往上一点的干啥，知道持戒了啊。再往上一点干啥，知道参法了，稀不稀少？哎，越走越稀少。我们都走到哪儿了？自己说，到哪个阶次上来了？哎，得学过一个渐次的修行，不能原地踏步走啊！转几圈没完没了，可惜了。多少人都在这这么转悠，说真的，不少啊！哎，当他病苦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不理解，不能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让他入佛门来，让他学习佛的种种的法。不是说一部经典一句佛号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咱们有的就说那老法师讲了，老法师这善巧方便呐、啊，要说让你看大乘经典你还不学呢，是不道理啊、哎、让你一句佛号引你入门呢，帮你种上那菩提种子，得理解哎，辩证的佛法。如果是这样
呀，老法师还讲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告诉人们，见思清净必不可少。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道场的听经闻法的菩萨们，你们都能上品上生，可不光是离苦的问题啊，成就一个是一个呀。宏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市，这是一个盛满智慧与博爱的平台，这是一个盛产感恩与快乐的家园，这里有一支无私无我甘于奉献的爱心团队，他们用生命诠释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和忠诚。愿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中来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弘扬现世因果教育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